给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兄弟姐妹们，真是多日不见，甚是想念了。这一晃好几天都没和大家见面了。这最近这几天，今天算闲一点了。昨天把新车上完牌了，然后现在在改装呢。正好今天没我啥事儿，给黑妞洗个澡吧。这大概都有一个星期没拍视频了吧？这从新疆回来，回到内地这4000公里。我都没敢跟大家说呀，我最长的一天跑了1300多公里。来到这边之后就开始看车、等车，然后又改车。车改到一半之后，昨天去上牌，牌上完了，但是得一个星期之后才能拿到车牌。这两天还得在这改车，明天就没有时间了。今天再改内饰，内饰今天差不多改完了，然后明天还得改什么前杠后杠、轮胎轮毂、差速锁。明天要忙，明天就没时间了。所以说今天趁着给黑妞洗个澡的时间，跟大家报个平安。好长时间没看着我了，好长时间没看着妞了，是吧？来，我洗澡，正好这块有，过来。哎呀，这水热水，哎，给你凉快凉快，降降温啊。我来这个地方不热，是中国内地最凉快的一个城市，最高气温才28度。给黑妞赶紧赶紧，黑妞都臭了。然后车的话，今天改一天，明天改一天，后天估计就可以改完了，就可以正常亮相了。哎呀，这水洗澡正好。一洗洗澡可乖了，哎，过来过来，凉快不？我是特意找了一个最凉快的地方，要不然这几天在这待着，这把黑妞热坏了。这毛也太厚了，这不下水泡都洗不进去，这都洗不着皮儿啊，你这都。过来。快回来，快回来，来，没洗完呢。哎，回来，来呀，回来，往哪儿跑？回来，没洗完呢，没擦香香呢。黑妞好长时间没洗澡了，是吧？还是在新疆，在新疆哪块洗的了？啊，我忘了。对，看跟叔叔阿姨们打声招呼，爷爷奶奶都想你了。现在就看小视频了，这看你看不够啊。可愿意给洗澡了，一玩水可高兴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看长真好看，那么好看呢。擦干哦，这个真干净，这回真干净，这才叫刘大漂亮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享受你看。好了，洗白白了，你去玩去啊，可到我洗的了。